阿音，是你吗？哎，什么时候来的天宫啊？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啊，还特意给我带了这些绿豆糕。你是来干嘛的？来玩的吗？哦，我不是来玩的，你还不知道，我找到凝云山了。 你找到凝云山了？嗯，不过现在还没有办法开设洞府，非得是五品仙官才可以申请洞府，所以我就来天宫了。那你怎么不早点传信跟师兄说呢？我可以帮你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的，不用给你添麻烦了。今日我已经入了四冰殿了，我现在是八品仙官，离五品应该也不远了。那还早得很呢，阿姨。 你是不是还在怪师兄隐瞒身份的事情？找到凝云山，又来了天宫，那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师兄说。我想了想，就像你说的，如果一早就说了的话，我应该会躲着你，怕着你，倒不如像曾经一样自在。而且我想明白了，无论你是小神君， 又或者是大泽山的小仙君，你都是我认识的那个阿静，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真的。阿姨，你能那么想就太好了。所以我们的感情也是真的。我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，我最信任的人也是你。我们在晋国相依为命，我们一起 在妖界闯荡，在人间历练，我们都没有分开过这么久。我真的很想你，阿姨。我也很。我知道，我们水凝兽年寿不长，所以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胡思乱想了。我今日来就想告诉你，我决定了。 我要让你重新喜欢上我，阿姨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我没有胡说八道。红彻大人说了，真神一旦觉醒，情欲思念就会越来越少。但是我知道，阿静不会这样，因为我认识的阿静，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不会因为成了真神就把三界和我都抛之脑后的。 对不对？而且在人间的时候，你还记得？阿姨，是因为三生。阿姨，啊，阿静。
阿燕，你认识这位战神啊？这是我大泽山的师兄古迹。哦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灵妖道会上，战神需要身披战袍，我刚入职天宫，还没有一件合身的，所以来司兵殿定做一套。包在我身上，今日可来了好些款式，我帮你先看看。阿燕。我问你件事，这司兵殿里可有梧桐树？你是在天宫里有梧桐树的消息了吗？司兵殿里好像还真没有，但古籍上说有一棵梧桐树就栽在司兵殿。浮尘，你在这么多年，你可知道这有梧桐树？没有啊。哎，没有，没有。可古籍上不是说有吗？司兵殿怎么会有这棵神树呢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多说了，赶紧给战神大人量下尺寸吧。把手打开。 那司兵殿内可有什么长得像梧桐的树吗？是吧？你先别动。哎呀，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下次再来吧。腰带，说吧，什么情况？ 为什么会头疼？应该是旧伤复发。你什么时候有的头疼？不过没关系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一会儿应该就好。阿姨，我先带他去疗伤，你们看一下华爷。怎么样，大殿哪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 说呀，哪儿？这儿。这。
这是旧伤。阿姨，你什么时候那么娇气了？旧伤也会疼的。你伤要放在哪儿？嗯，没有伤药。行，我去帮你开点药来啊。你别去。怎么了？我这个伤离不了人的。啊？既然生病了就得吃药，在这等我，马上回来。那你快点。好。来吧。喝。生病了就得吃药。快。三。二。好喝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跟战神殿的厨子学的梨花汤，好喝吧？嗯。哎呦，又有点头疼，还是有一点晕乎乎的。哎，我听说丹房养了几条凝血痣，只要能把人的血吸出来，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。你先喝着，我去拿几条。哦，不用了。怎么不用？我们先要用凝血痣把你的血吸出来，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得了什么病。知道得了什么病之后，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治疗。啊，干嘛？又不病了？说，为什么骗师兄？我说真话。我就是想看看，我现在在你心里还有没有位置？当然有啊。你是我师妹吗？我是说，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。阿姨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你的师兄，以后也会是你的师兄，不会有别的了。是吗？可是我刚才淤血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冲过来护我，你眼中的关切和担忧又不是演出来的。而且阿锦，你不是不喜欢我，你现在只是个头啊！只是，我看你就是轻易给你那些人间话本看多了。没收了啊，早点睡觉，把汤喝了。哦，对了，倘若你真的头疼，差人来战神殿找我。不许再跟师兄耍这些把戏了，睡吧。分明还是关心我，情丝能抽就能生，我一定要把你的情丝找回来。都是阿姨这丫头，成天胡说八道，害得我做噩梦。不行，我得想点好吃的。好吃的，烤鸡、蒸鱼、排骨、脆骨头。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有完没完了？阿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？找了许久的梧桐，找到了。什么意思？昨日挡天雷的时候，你可用了浮尘剑？嗯，
在浮尘剑上显现的，那可是梧桐树特有的凤焰纹。我确是梧桐木所制的木剑，凤吟那缕仙缘也确实落在我的树心上，可我仙缘受损，那全靠与凤吟那缕仙缘相互滋养才能存活。你要是把仙缘抽走的话，那就是要我的命啊！停！浮尘，不如让我们先看看那棵梧桐树现在在哪儿。气受损，火气不济。不过浮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是可以帮你的。好了，小问题，我来吧。你来？这是大泽山的阳炎草种子，可以畜牧接火，也可以帮你运养仙缘。多谢战神大人。啊，如此一来，那就请你把仙缘取走吧。多谢。啊。大功告成。战神殿还有些事情，我先告辞了。阿音，你帮我多谢谢傅船长了。哎，岂敢岂敢！战神大人有再造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哎，想追？那就去追啊！平白无故追上去是会被讨厌的。这件战袍可是战神为炼妖大会新做的。啊，是阿英为我准备的。那看来战神还未曾试穿过。反正现在也闲来无事，不妨试一试。现在就不必了。若是有不妥，也好让司兵殿及时修改。我自己来便是。挺合身的。嗯。怎么解不开了？这枚扣子是错龙卯，作战时系上就不会轻易脱落，需外人来解。要不我来帮你吧。还好没耽误时间，路过市集，给阿静买了她最爱的绿豆糕。Thank you.
给我吧，勤快倒是勤快，一次性拿了那么多，要是把文书弄乱了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 带着绿豆糕去战神殿了。喏，怎么了？看到华叔不开心了？你误会了。那天是不知怎的，被一个结界困在那儿了。你若不信，我把元神剑召出来。我要是说谎了，我就让他劈我一剑。不用了。 你是他的主人，他肯定什么都听你的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华叔？你可是又想起了什么？你不是素来不喜欢他吗？哦，竹蜻蜓。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？跟我来。这里真的好美啊！来啊，到了。啊，为何要来这儿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就在这儿。先把眼睛闭上。我不。听话，走，快点。闭上了。 自由通往幽冥界的令符，你若想好了，自个儿来找我。不必了，幽冥王，我说过，我们不会用阿音的灵力交换任何东西，你不要在阿音身上再费心思了。不急。 你们迟早会来的，记得，我幽冥界随时供护二位。我听说你要出来应敖哥，我就猜到你们会提到灵力交换的事情。怎么，我不及时赶来，你真的要去啊？我就是觉得可以考虑一下。 因为若是能够帮到你，这不是你可以考虑的事情。
阴历。太好了，我一来天宫就碰到了你。嗯，让我看看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在一起啦？嗯，对，我这个姻缘簿上应该要记上这一笔。三生石，嗯，阿英是我的师妹，你不要再乱点鸳鸯谱了。我还有公务在身。阿英，啊，你带他在天宫转转，我先走了。嗯。我怎么觉得那小子对你的态度跟之前不太一样？你们的意思是，古晋被人抽去了情丝？阿九用一种狐族秘术试验过了，八九不离十。奇怪，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三生石，嗯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哦，你是主姻缘的，所以你身边的人会受你灵力的影响，产生一种爱恋的错觉。爱恋的错觉，就是你以为你喜欢这个人，所以会不自主做一些亲密的事情。不过，那都是以为的，会吗？我要是有那本事的话，还用守着熬哥那个大木头几万年吗？情之所生，由心而起，任何人都左右不了。我就知道，那晚的事情就是真的。阿姨，我喜欢你，我想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殿下练的瞌睡虫还没失手过，你是真厉害，阿九。月老说了，要用这个葫芦收集阿静的梦境，这样才能从他梦境隐藏的情感余温里面找到情思。叔，我随处参观的。你们怎么？阿姨，嗯，你顶着个葫芦干嘛？哦，他们说我这样蛮好看的。那个，并没有。怎么都来了？还奇奇怪怪的，这帮人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们这群坏人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！听见没有？我打死也不会进。今日你从也得从，不从呢也得从。
在二进心里怎么会是这样的？哇，阿音，还是你厉害，生扑啊！这古静还真是自恋。这葫芦，这怎么了？我们需要将这根情丝赶快找回，一定要快。若是迟了，他对旁人产生了新的情丝，那这根情丝就再也种不回去喽。灵妖大会乃是先辈为三界和睦而设，本应每百年一次，但因仙妖两界矛盾，数百年来一度终止。今日将大家重聚于此，是为表达我仙界的诚意，希望与妖界、幽冥界化解干戈，修万世之好。我知山皇真矣乃是妖界的无上圣者，所以今日愿意将此指骨送还于妖界，以示仙界诚心。此番若蓝峰帝君愿将指骨送还，我妖界自当澄清。好，从今往后，只要仙界不主动侵犯妖界，我妖界绝不再与仙界兵戎相见。此乃三界共愿，蓝峰已着穷庙敬妖皇。妖界太甚！妖皇，这绝非仙界本意，此中定有蹊跷。蹊跷？我看最蹊跷的就是这剑了吧。蓝峰，你是在这故意演戏，就是想当着三界的面来羞辱我们妖族是不是？蓝峰帝君，此事前因后果尚不明确，究竟为何要查明之后才能有定断？若是有人故意想要挑起仙妖争端，我们岂不是正中人下怀？不错，此事眼下还不能下定论，但无论如何，仙界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事关仙妖两界的关系，非同小可，我必须严查。燕爽，这铸剑一事由你司兵殿全权负责，你作何解释？回帝君，护灵剑送入密库之时曾严格检查，绝无问题。会不会是送入密库之后被人动了手脚？华叔殿下，你这是在怀疑我们司兵殿吗？蓝峰帝君，昨日送护灵剑进密库前，燕爽殿下陪同蓝峰帝君一同先行离开，而我奉命把守在密库门外，最后进入密库的只有阿依女君和司峰殿的阿九。蓝峰帝君，我听闻天宫中有一宝物叫观世镜，可以追溯仙界十二时辰内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不如请帝君将观世镜请出一看究竟。传人下去取观世镜。
这观世镜偏偏在此刻坏了，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吧？帝君，阿九是被我临时派去送密谍，我相信他绝无可能破坏护灵剑。如此，那个叫阿英的女仙君，是罪魁祸首无疑了。蓝风帝君，这观世镜存放在凌雨殿，而且有重兵把守。 以阿英的先例，怎么可能在一个晚上同时破坏护灵剑跟观世界？我想这幕后定有其他人，还请帝君明察。够了！你们以为相互推诿就能包庇真正下手之人？不用给我妖族一个交代了吗？妖皇莫急，我仙界绝无包庇系统之人，定会给妖界一个交代。你们仙界？ 怎会为我妖族主持公道？神使大人到！参见神使大人。前后始末，我在来的路上已有耳闻。那我便问一句：这护送护灵剑入库之时。 蓝风帝君和燕爽为何会中途离开？那日本在修制沉睡的赤焰刀突然暴躁，重伤了惊雷仙尊，所以我才不得不离开。那这已修制的仙器赤焰刀是由谁在看护？是司冰殿。我是问具体是由何人在负责？ 是阿英，这护灵剑由阿英负责锻造，放入密库。本应在场的蓝风，又因阿英看护赤焰刀不利，不得不中途离开。这种种迹象看来，这阿英似乎脱不了干系啊。红绸神使，这护灵剑上灵气充沛，阿英不过一个小小的仙圣，若真想对护灵剑做手脚，岂不是早就被剑上灵气所使？阿英乃是我大泽山的师妹。 他的品性我最了解，我以大泽山的名义担保，他绝无对护灵剑做手脚的可能。不管是谁，出于任何目的，既然敢打我妖族圣武的主意，我林森绝不能咽下这口气。红绸神使，请为我们作证，若仙界不能给妖界一个交代，我百万妖君只好陈兵罗刹帝亲自攻上天宫。 讨一个公道！既然仙界毁了我妖族的圣物，自然该他们做出偿还。如此，叫你们交出罗刹地以南一千里的五主辖地不为过吧？我愿意将罗刹地以南500里地赠予妖界，以偿还指骨损毁之光。 方圆500里，那便无法得到凝神。既然仙界想让我妖界息事宁人，就拿出这点诚意吗？那若是再加上狐族的圣物，寂灭轮如何？怎么，狐王连自己狐族的圣物也不想要了？仙界所谓的承担责任，竟是讨价还价。 既然仙界无耻，此事多说无益。明日之内，若仙界不能给本皇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我等便罗刹地见。阿英，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候。阿静，阿英，虽然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相信你，但现在妖界震怒，正逼着仙界给说法。 若说我们查不清原委，他们又不依不饶的话，你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替罪羊推出去的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如果现在不说，天兵已经进来了。你先跟我走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再讨论了，赶紧从后门走。啊，走，赶紧。
阿燕，你送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有任何异样都要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证明清白。你不怀疑我？说什么傻话？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什么心思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在我去找你之前，有人伤你了？我就是觉得，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摊上这种事情，给你添麻烦？这算什么麻烦？你是我罩着的，谁跟你过不去，就是跟我，跟整个大泽山过不去。不信你问青衣，他也不会答应的。总之，在查明真相之前，你一定要跟我形影不离，有了天梭衣才会没有人发现你，好吗？嗯。奇怪，这里隐血沙的气味特别浓，为何偏偏又没有隐血沙的痕迹？古今，阿音，玉凤仙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那个黑衣人是谁？回禀仙尊，我跟阿音寻线索至此，刚才那个黑衣人才是炸毁山皇真以指骨的罪魁祸首。这次多亏你了，所以我会送你一个很大的礼物。干嘛跟师兄那么客套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这个礼物很重要，是你丢了很久的东西，我很希望你能找回来。什么呀？说出来听听。等找到之后再跟你说吧。什么礼物？这是你的情丝，是你对阿英的情念，也不知道是谁用妄念笛把它抽出来了，埋在这儿，害得我一顿好找。我对阿英的情念？嗯，其实主仆气在的时候，阿英就已经爱上你了，为此他没少受主仆气的反噬。这样，你把它打开，我让你看看你们的情念有多少。上锁喽。好了，古静、阿英，锁死了。你那么喜欢他，我就想把他当作我的聘礼送给你。我想纵然没有主仆气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阿英，我们明日就去远天殿结契。我愿意。等等，不是主仆契，是姻缘契，开始吧。什么姻缘契？姻缘契岂是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？你最近画本子看多了。话说，到底是谁抽走了你的情丝啊？
要做这事儿可得费不少法力，该不会是你那两个师兄吧？陛下要回幽冥界了，我得先回去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贤竹贤善受东华嘱托，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君，但我是懂小神君的。我认为小神君应当知道真相，否则等那日来临之时，你又怎能承受得住呢？如今又不是要取那阿音的性命，无非是要斩断对他的情思，于他又有多大的伤害？是小神君一己私情重要，还是大泽山众生的命重要？当初是我逾矩，妄图帮小神君选择，如今我将这个选择权交还于小神君，孰轻孰重，想必小神君自有决断。我已给阿音打上我的魂印，就算她遇到危险，我会护她周全。忘忧仙果还在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我会好好休息的，明日还要跟你去接气呢。当初是我逾矩，妄图帮小神君选择，如今我将这个选择权交还于小神君，孰轻孰重，想必小神君自有决断。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，你的情思你可又想起来？想起来了。以前是我贪玩，现在想来着实有些不该。我想你也知道了，我是真神，应当继承祖神意志，守护三界，不该在一个人身上投入那么多的私情。其实情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，没想到被你苦苦找回来，挺困扰的。我不想像贤竹师兄那样一辈子只等着一个人，小情小爱什么的其实都不重要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明白吗？可是你跟我说过我也是你重要的人。是啊，是重要的人，那是以前，并不是现在。对于我而言，三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包括你。你可是有什么苦衷？
豪哥呢？让他出来！到楼了吗？豪哥，给我出来！阿姨，阿姨，你没事吗？凤影的仙人我拿到了，速速拿去征婚他。敖哥陛下没有为难我，还帮我晋升了。阿姨，阿姨，让他走吧。阿姨，阿姨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用自己的内丹灵力去换仙元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啊？就当做是我还你，从禁锢里将我带出来，养育的恩情，你欠乌通岛凤影的，我替你还。可你不是碧波，你没办法像他一样活千年万年。你知道失去一半寿元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不过我算过了，还有50年，足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事已至此，你放心，我就算寻遍三界，也一定会找到为你延续寿元之法。神君那日亲手掐断琴丝，我便就清楚您的心意，也不打算再纠缠了。拿回凤影仙缘，并不是想要先恩图报，也不是想借此挽回你。你还是赶紧去问。阿姨，这不可能！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救他吗？仙兽想要冲破寿元桎梏，只有化仙为神。化神肯定来不及，水凝兽仙体孱弱，这恐怕就是水凝兽的天理命数。但我不信命，既然阿英可以逆天而出，我也定有方法可以救他。是啊，师尊，那么多的典籍，一定能找到法子的。书上没有，我和贤珠早就翻过了。书上没有，并不代表没有出路。碧波，就像碧波，碧波不就是个特例吗？水凝兽一族虽灭，但在这三界之内，还有碧波与他有血缘连结。我去紫月山找他，这个方法我定要找出来。
怎么样？慢点。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献祭了自己一半的寿元，身体怎么可能吃得消呢？我跟师兄都希望你在大泽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怎么可能死呢？因为我听青衣说过，若是仙族的人头发突然变白，这便就是天人午睡。他胡说的，别看了，你只是有些受伤了，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按时吃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那我就回凌云山去休养了。不行，虽然是小伤，但我跟师兄都希望你在这里先把伤养好了。等你好了以后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但现在你必须在这里休息。阿金，我用寿元换凤仪仙元，是为了还你教养之恩，并非是嫌恩图报，也不想因此纠缠你。我知道，但现在我放心不下你，师兄们也放心不下你，他们接下来一月要去炎天殿护法点燃九星灯，要是你突然走了，他们要分心的。而且燕爽也已经在天宫给你告了假了，就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好生休息。若你执意要走，那你去哪儿我就便去哪儿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待在这儿。我这段时间会在后山闭关修炼，你有事随时找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阿青为什么这么反常？神色也如此憔悴。哎，我看一下你又不少块肉。不给，就不给。哎，来啊！哎，你给我看一下。不给。小气鬼！阿静那么懒散又贪玩的性子，怎会日日闭关修炼呢？他是在躲我，因为内疚而不得不对我好。
只要再入清泉中泡上半个时辰，便可给阿英服用。华山丹怎么会碎了？仙居枯竭，是将死之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只要集齐这三样，便可以炼制出华山丹，帮阿英续命。皮婆骗了我，要炼成神丹，一定还差别的什么。这里交给你们。放心，我族内真的有化神丹，但之所以没有炼制成功，是因为没人能拿到最后一个药引。是什么？九渊魔髓。只有拿到噬神花王花心中的九渊魔髓，才能炼制出真正的化神丹。但是阿金，你现在神力未开，连最普通的魔力都难敌，我怕你也会死在里面。龙君，帮我打开九渊鲨鱼。好。阿倩，你别去，根本来不及了。就算你现在拿回了九渊魔髓，那也根本没有时间去炼制这化神丹。更何况以你现在的仙力，你怎么能打败噬神花王和那么多魔？碧波，不论再难，我都会去的。若让我亲眼看着我最爱的人离开，太难了。他是因为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如果他走了，我撑不下去。这个，帮我收着。龙君，稍等我片刻。好。阿音，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对不住你，可阿靖为了救你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你可一定要撑住啊！小元起为了一个人却置整个大泽山于危险中，值得吗？魔神，明启，阁下既然出现，何必藏头露尾？混沌之力当真不可小觑，可惜真神神元尚未成型，留也无用。可惜，阿英重获生机了，幻神丹让他直达夏军巅峰，寿元延绵。阿靖，你做到了！我还以为我已经死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会没事的。当神仙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醒我。嗯。
信你。剑指消失了，大泽山出事了。
参见主人。危险！快去救大家！快，完了就来不及了！快，不要再演戏了。大泽山已经被你毁得寸草不生。大泽山已经……燕爽呢？金一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元启神君。这狐妖杀害了蓝风，屠戮大泽山，罪行滔天，绝对不可饶恕。恳请神君做主，诛灭这狐妖，为仙界报仇雪恨。神君，大泽山究竟发生何事？我不知道，
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但我没有杀蓝风，更没有想要害大泽山。顾青，阿姨。若是我没有离开大泽山，或许还能阻止这一切。阿静，沈君，沈君，此事尚未理清，不如等秦一恒夜霜醒来之后，我们再做定夺。将红衣押入锁仙塔。不悦。除九天玄雷之刑。大泽山总归是毁在他手里。你追杀燕爽跟秦一时就被先王所缚，若你说的是实话，这魔必然还在你体内。沈君，九天玄雷之下虽可驱散魔物，如说没有魔的存在，那雷下的生灵也会神形俱灭。那又如何？若你说的句句属实，玄雷便会逼出你体内的魔，而不会伤及你的妖身，倒是自会证清白。但红衣，你身上若是没有那所谓的魔，那就为你的罪孽偿命。元神剑，主人不想见你。你帮我把这个给他。骚然，妖也不在了。